不当立委之后，你就比较多时间陪团员跟家人吗？还没想因为这是蛮突然的事。对啊，他们都大人了，应该不要。还没想因为这个是蛮临时的计划，所以对明年之后会怎么样都没想，没规划。今天有看到很多路上那个啊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边，应该是小康拿来的吧。这路上看到很多本来还要拼连任的那个扇子啊、文宣品都看到，就看到很多人贴了都 tag 我这样，对。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把本来都印了的连任的文宣都把它发完吧，要不然就浪费了。还没想因为这是蛮突然的事。对啊，他们都大人了，应该不要。还没想因为这个是蛮临时的计划，所以对明年之后会怎么样都没想，没规划。今天有看到很多路上那个啊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边，应该是小康拿来的吧。这路上看到很多本来还要拼连任的那个扇子啊、文宣品都看到，就看到很多人贴了都 tag 我这样，对。现在第一个目标就是把本来都印了的连任的文宣都把它发完吧，要不然就浪费了。他放弃立委之后，你有在家里投资一下吗？没有这个应该还好啦，反正就人生的计划就是这样啦，主要就对，还好。家人身体状况现在很 OK 吗？家人身体状况就是这一句要怎么讲比较好？需要盯紧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对，意思是说你接下来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在家庭这一块，就是家人之间，就比重上面应该是要这样吧。对，就希望这两年都是可以这样。
闪灵呢？闪灵当然就本来还有一些计划就继续，因为音乐的部分本来就比较自由，对啊，所以就看时间怎么分配，可以的话就还有一些灵感就再来。